我哋而家要探访嘅小朋友系叫做永恩，今年系11岁。佢同埋哥哥、细佬，仲有爷爷嫲嫲5个人，一齐住喺一个不足100尺嘅劏房里面，生活系非常之拮据。永恩有一个好大嘅梦想，佢希望将来成为一个医生，去医治贫苦大众。我哋拍嘢嗰度火烛啦，又有烟啊！因为嗰间嚟咧，真系火烛喺对面楼，即系嗰边啊。嗯，哦。好彩长火熄咗，冇事系咪啊？呢度系我哋住嘅地方，我行上六楼啊，要我哋喺度住咗8年。我睇到永恩，佢唔系觉得自己好惨，系我担心啊！你夜晚黑有冇灯噶？咁细个小朋友，我中意住喺度，因为可以同爷爷同埋嫲嫲一起住咯。我梦想谈恋爱，俾心机读书，做个好好嘅医生，出嚟帮人咯。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喜欢妈妈，因为她新年那天明明不吃点肉给我们吃，有时给我们让她没得睡了。我伤心的时候会叫自己不要再伤心，因为我和妈妈都会不开心。妈妈我很舍你啊。她的哥哥发烧，家里没有钱医病，但是也是因为这个困难令到她有立志将来要成为一个医生。我梦想做个医生，不用收钱帮我哋睇病，因为根本啲人冇钱睇唔到医生。呢个都有难搣咗佢咧，食啊！落蛋啊！一条一条摆啊！两个都叻噶，一家人喺埋一齐嗰种嘅感觉，令到我哋能够坚持落去。你一定要坚持你嘅梦想，咁有一日咧。你就成为一个医生，我哋握手致意。无论环境有几艰难，只要一家人在一起有爱，这个是更加重要。因为我有一个梦想，所以很喜欢自己。我将来想做医生，我就要努力的读书，读埋中学同埋大学，咁咧就可以帮到人。1月14日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礼。